在干嘛？放手啦！晚上跟我视讯。为了什么？我不是说我做了个梦。梦我会不会做啊？不一样，好像是梦又好像不是，比较像被人拉去哪里。那到底为什么要视讯？帮我看我睡着的时候是不是有人靠近我？反正你睡觉的时候记得不要闭眼睛，盯着画面就对了。 我先上班了。在哪上班？